我是谁？我要干什么来着？刚说到哪儿了？你是谁啊？哪来的小屁孩？说你那穿尿布的，扯了单挑。这么大的狗了还穿尿布啊？好意思吗你啊？出来啊！你是不是主人在外面养的狗？不说话那肯定是了啊！你今天给我出来，咱们单挑。今天有我没你，有你没我，你别怂，我知道你在里面，你给我出来，看我不咬死你！哎，天气真好啊，最适合晒太阳了。哎，你谁呀？我是隔壁的小灰呀，你不认识我呀？我印象中的小灰不是你这样的呀。我最近胖了点儿。哟，小灰啊，现在应该叫大灰了。为了不像你这么胖，我还是赶紧去散步运动运动吧。等等，我跟你们一起。下面这位小姐姐趁男友睡着，给她画了一个非常洋气的妆容。这整齐排布在额头的星星图案，芭比娃娃一样的大眼睛，还有粉嫩的樱桃小嘴，真是非常好看。小姐姐，听我一句劝，你这样是很容易没有男朋友的。爸爸拿出了自己珍藏多年的磁带，可孩子们会知道磁带的用法吗？Listen to the tape.